其实，两队超凡卫士守在茶室之外。宋管家倒好茶后，便跪坐一旁。宋光坦然盘坐，俗艳的年轻女人靠在一边。江望和众玄圣在他对面，都直接盘腿坐在地上。众玄圣抿了一口茶水，对宋管家赞了一声：“茶不错。”而后才看向宋光道：“宋郡守，赤尾郡的情况一触即发。” 我们需得尽快聊出个章程，先不慌。宋光摆了摆手，他的手有些老人独有的枯瘦，但骨节粗大，显得很有力气。其人故意挪转视线，看向姜望：“我记得你。”“是。”姜望不卑不亢道：“为巫火一事，姜望来拜访过郡守大人。”这时，宋光旁边的女人尖声喊道：“你就是姜望？”姜望皱了皱眉。 便听他继续尖声：“就是你杀了我干儿子！”原来这便是宋光的第四房小妾，死在青阳镇的石静，就是认他为干娘，从而搭上了宋光的船。看这女人的姿态，显然是很受宋光宠爱的。江望没有理他，只对宋光道：“我正是来给郡守道歉的。”道歉？道歉有什么用？人死还能复生吗？那女人又尖喊起来。 宋光轻轻拍了拍女人的手，令她暂时安静下来，眼睛却看着姜望：“你上次来拜访，我可曾轻慢了你？”轻慢自然是有的，但姜望当然只能说不曾。宋光再问：“你我之间可有仇怨？”姜望摇头：“没有。”宋光又问：“那么是我的夫人与你有仇了？”姜望再摇头：“我并不认识她。” 宋光点点头，不再看江望，而是对着众玄圣道：“众玄公子，你都听到了，这就是要重玄圣一个态度了。”众玄圣笑容不改，看着那女人，宋四夫人，对吧？女人轻哼了一声，已是余怒未消。一个年过半百的干儿子，你到底图他什么？众玄圣说着，笑容渐渐没了，是缺他的脂粉钱，还是其人？ 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长处？这话说的没谱。宋光也一下子冷了脸：“仲玄公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”仲玄圣提高声音：“石敬是冢中枯骨，你宋光是垂垂老朽。本公子放下军务，亲自来与你洽谈，给足了你脸面。你让这么个臭婊子出来膈应人，你是什么意思？” 女人像一只被捏住脖子的鸡，又惊又怒，却不敢出声。虽然平日仗着宋光的宠爱，很是目中无人，但仲玄这个姓氏的分量，他心中其实很清楚，只能满脸委屈的看向宋光，等着老爷表态。被人这样指着骂，宋光也挂不住脸，表情非常难看。但毕竟仲玄胜是仲玄家嫡脉的公子，的确有这样嚣张的资格。 当下按捺着脾气，沉声道：“我很愿意为大齐效劳，但在确定合作之前，我需要看到你的诚意。”他根本没想到仲玄盛和姜望怀揣着怎样的目的而来，两人都只是腾龙境的修为，这本身即是最大的掩饰。他自己是内府境强者，查室外有两队卫兵，整个郡城都是他的人，而城外驻扎着七万战兵。 哪个刺客敢来找死？而且以众玄圣的尊贵身份，他又怎么可能冒这样的险？事实上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也只以为是众玄圣发作了公子哥脾气。而众玄圣看着他，声音很轻：“你我之间的距离没有十步远。”其人特意让小妾陪坐，拿石镜说事，或者就是找茬，或者是在试探，或者只是单纯想要抬高加码。 但无所谓了。众玄圣话说到一半，人已弹身而起。这就是我的诚意。众玄圣很胖，所以他的动作要费很多力气。正因为如此费力气，所以他要么不动，一动必要有回报。推开天地门之后的重玄圣到底有多强？至少曾经有机会角逐最强通天境的江望，当时在众玄圣面前没有一丝胜机。 要知道，姜望在通天境时，杀普通的腾龙境强者也只如杀鸡一般。而众玄圣起身的同时，大手已经前探，一种无形无质的力量立时便将惊觉不妙的宋光笼罩。何为内府？人身五府，每一府都如新开一座通天宫。宋光虽未摘得神通，但也已经是二府强者。 开了两座内府与通天宫一并，体内有三座动力之源泉。两座内府和通天宫一并轰隆隆开动，将源源不断的超凡力量贯彻全身。但是，但他却仍然身不由己地向众玄圣靠拢。那无形无质却强大无比的力量自四面八方涌来，身后是强横的斥力，身前是可怕的犀利。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排斥他、挤压他，将他往众玄圣的手里挤。宋光几乎是瞬间就想起来，这是什么力量？这就是众玄秘术，也是众玄这个姓氏的由来。在推开天地门之前，众玄圣还只能将众数加持于基础道术之上；而推开天地门之后，他已经能够直接以众数对敌。 这是众玄家仗之立足天下的血脉秘术，几乎等同于一门神通。为什么顶级世家往往能够千年不坠？就是因为他们不必摘神通，也有机会能够展现神通战力。宋光非常清楚目前的形势，他明白自己修为多年未尽，早已开始下衰。之所以拼命搜刮，也只是为了积累财富，换取对自己有帮助的天才的宝。 倘若与把血脉秘术修到这种程度的重玄圣放对，他绝技不是对手。但卫兵就在门外，大军就在城外，只要他能挣出一丝空隙，便足以翻盘。而在三座动力源都无法阻止身形前移的此时，宋光把心一横，直接引爆了一座内府，轰！ 陈雷般的闷响炸在体内，狂暴而巨大的力量随着一座内府的炸裂冲出，帮助宋光终于暂时摆脱那无所不在的重力。但几乎是同时，江望心念一动，道术已发。踏入腾龙境之后，耗尽所有积攒的功，以解封至二层的演道台，全力推演复虎，从而得到的进阶道术，已入甲等道术品阶的武器复虎。 宋光原本内府炸裂，体内武器也瞬间崩散，但在下一个瞬间，便在江望的引导下重聚，形成五道五行之气所，所自内而外将爆发的宋光束缚住。这束缚只存在了短暂的一瞬，但便是这一瞬间，茶室之内寒光飙射而过，咕噜噜，一颗人头倒在茶桌上，滚动几下，方才站稳，而后才是宋光那无头的尸体。 鲜血狂飙。